哪个哦哟在哟北大城哦要得站起哪个劲儿啊嘛嘿走就向前冲哦冲斗冲哦喊他一声宝贝儿谁来喽不自由起浪嘿走又他一个腰儿本谁当年那个乖终于醒了，你要是再不醒的话，朱玉和小熊的眼睛恐怕都要哭瞎了哟。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我就说嘛，哪那么容易死？不，我的意思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以后发了财，别忘了哥几个啊。他在嚷着老嚷。师傅，妖叔刚走吧？哎，他哭啥子？哎，黄胖都把老子说死个球的了。他能不哭吗？哎，你哭啥子哭啊？老子就是去上了个厕所。啊！你忘了吆喝的口头禅了？老子都是不是？这不愧是亲兄弟，一副臭德行。吃了，怎么了？是不是有话跟我说啊？佳佳，你知道我吧，最近手头特别紧。对不起，我不能借钱给你。我不是找你借钱的啊！哎，要不这样，你看我们家，你有什么用得着、吃得上的，你全部拿走。你当我什么人啊？打劫的呀？你别生气，别生气，有什么话你说吧。这个包，我就背过一次。你要不嫌弃的话，卖给你五折，啊不，两折，算你两万得了。两万可千值万值啊！我要不是手头紧啊，我还舍不得呢。来，这包还有故事呢。老妖，哎，呀。
江总，叔叔好，快接过去。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妈。阿姨你好。你好。我听说呀，这回你成了英雄了。哎呀，什么英雄啊，差点把兄弟都给害了。最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棒棒的，明天出院接着干活。啊，我说老姚，你疯了，至于这么拼命吗？哎，那必须得拼命，那得挣钱。你呀，要是有什么难处，你和我说一声啊。哎呀，难肯定是难，不过现在还扛得住，哎，现在靠自己。不过我觉得你怎么回事啊？啊，现在不是穷人吗？你还有钱给我买这些东西啊？我说老姚，你这臊我呢？我怎么说也是海洋集团的总裁啊，我拿几盒东西来看个人，还要交代一下钱的出处啊。那当然啊，你现在归我管呢。行，小丽给的，行了吧？浩是这个城市里我们最常能够见到棒棒，他干这行呢已经很多年了，平日里他只想着如何的养家糊口，也许令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会不顾个人生死成为一名缉毒英雄。今天相关领导人来到医院探望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市民，那么现在让我们随着摄像机的镜头来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来，麻烦让一下好吗？谢谢谢谢。见义勇为，勇斗歹徒，你是好样的。现在干棒棒的人呢，比以前少了，但是我们的棒棒精神永远不倒。不倒不倒，绝对不倒。江总，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这不是等你呢吗？等我干什么？你看我现在又不能上班，也不能去茶楼打牌，我就连个应酬交际都不行，我怎么的也得干点什么呀？那你跟我干棒棒吧。啊，不让你干活，我给你钱，但是你得给我当老师啊。是我给你当老师啊。你来教我这个企业管理，你看你那个公司那么大，你管理得多好啊。哎，等等，谁呀？喂，哎，我是电视台的，电视台的。啊，哎，那我得问问你，你们电视台的能不能给我那个微信打广告？那算了，那你们就去采访那个没出院的英雄啊，我没空。电视台的，这是我儿子画的。画的可真不错哎，可以送给我吗？这个你也要啊？这幅儿童画呀，我看完全可以成为《我是见义勇为》系列宣传海报中的一张，让全市的人民都知道，在孩子眼里的善恶美丑。真的啊？哎，我的画我做主，爷爷，这画送你了。那我谢谢你了。谢谢领导。谢谢。周浩你好，我是电视台法制栏目的记者。你好你好。想请问你一下，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想？我不敢想哦。那个在陪啊。哦，在你说。啊，我儿子的画呀是画得非常好的，领导都已经很认可了，领导都夸我儿子的画画得很好，你们要宣传，领导都已经发话了。宣传一定宣传。哎哎，这就是我儿子，这是小熊。你好你好。这是我老婆朱玉。不行，宣传这个见义勇为也有我的份儿啊。你不是那个牛？牛海波。对，牛老幺。我们正到处找你呢。
我们想问一下你，想听你谈谈，就是当你面对歹徒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哎，当时吧，当时，歹徒不是已经被警察给抓走了吗？对，这个事儿呢就过去了啊。现在我们要说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棒棒现在搞了一个微信棒棒啊，希望客户加入我们的微信棒棒，我们能提供更快捷、更便捷的服务。不好意思，就是你能不能说一点关于其他的？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是吧？重要。这个棒棒网啊，能够提供全方位24小时的服务。我们棒棒网的口号是：随叫随到，永不迟到。耶！棒棒现在搞了一个微信棒棒啊，希望客户加入我们的微信棒棒，我们能提供更快捷、更便捷的服务。不好意思，就是咱们能够说一点关于别的吗？不，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啊。我们这个微信棒棒呢，微信棒棒还有我们的口号，还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口号就是，随叫随到，永不迟到。耶！哎呦，吓我一跳！干什么呢？没什么。哟，富婆，又去购物了。超市的牛肉打折，我去买了点，顺便买了点菜，回家跟老姜和儿子做碎米牛肉。今天的饭就不陪你吃了啊，小聊一会儿。咖啡给你点了。啊，你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是吗？哎，不过你说也怪了，自从我回到那个小屋去住以后吧，我天天做饭，老姜天天回家吃饭，突然觉得我们家像个家了啊。你儿子现在怎么样啊？哎呀。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不过变得爱回家了。我算是想明白了，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一家人就得在一起。小丽，你现在真幸福。是吗？这也叫幸福啊？你明明看见我了，装什么装？你在这儿干嘛呢？我专门在这儿等你的。你等我？你等我什么事儿啊？哎，你说说啊，我爸平常对你也不错吧？你开饭馆的地方白给你用的啊？你们村拆迁的时候，他一再让步，还让你去他们公司干，对不对？你人不大，知道的事儿不少啊。是你爸对我挺好的，我以后慢慢的报答他啊。哎，不用等以后啊。我们家破产了，你哪怕装着难受一点也行啊。可你每次一见我爸，怎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你小子还跟踪我们呀？啊？你说说，你爸爸破产这事儿，跟你小子有关系没有？胡说八道！我一个学生，他破产了，怎么就跟我有关系啊？你小子一天总给你家惹事儿，你爸你妈是对你操碎了心。啊，他能不分心吗？小子，你记住，你爸你妈呀，不欠你的。哎，江总啊，你跟我说说，你看我们现在业务倒是挺不错，怎么就见不着钱呢？你有没有对你的业务进行过梳理啊？哪些是一次性业务，哪些是长期可以持续的业务？对于那些一次性业务，你也没必要投入过多精力；对于那些长期可持续的业务，你要进行深度挖掘，而且要跟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哦，还有啊，你要对手下的棒棒们进行定期的业务追踪。他们之所以容易被淘汰，就是因为技能太单一。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些棒棒本身文化就不高，而且他也不是学习的料啊。这还不好办了，你把业务量直接跟他们挂钩，对于那些学习能力强的、技能多的，也就多给他们业务；学习技能差的、技能少的，你就少给他们业务。自然法则，优胜劣汰。哎，我说你快点下手。我不敢呀。哎，爸妈，我回来了。啊，儿子回来了。菜我都弄好了，就等着下锅呢。你先进屋做作业吧啊。嗯。
不行。爸，你这怎么了？哎，没事儿没事儿。你爸逞能，帮着棒棒干活去了。哼，那我不还挣了20块钱呢吗？我挣钱呢。我来我来。你行吗？哎，我行。小心点啊。哥哥，小心。下手吧。那我真下手了。来来吧。哎，爸，我还没扎呢。哎呦，我的那个天哪！这你这整个大丰收了吧？啊！哎呀，别说小熊学画画，我看呢，就是以后真的当了画家，这些东西一辈子都用不完。他们都有病，不是送书包文具，就是送画画的一些东西，要不就是免费画画的名额，更可气的。还有人送我拐杖的，我就给朱玉说，我说玉啊，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楼下去摆个摊儿，也能卖几个钱，就是不知道那个免费画画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卖钱？我说你是丢死个仙人了啊！你能把人家现代爱心都拿去卖了吗？狗改不了吃屎。哎呦，哎，没事，没事吧？哦，哎呦。好了，别光顾着说我了。我问你啊，你那么猴精的人，怎么会去接独老板的业务呢？我哪知道他是独老板啊？得了吧，我不相信你一开始啊，你就没有看出问题来。你别他一路使唤，围得团团转，也不找个机会跑掉。哎，你可别说一开始你就想见义勇为啊。他钱给的多嘛，哎。哪个人跟钱有仇啊？哎呀，跟钱亲的人呐，是我。哎，按惯例来讲，接这个事情呢，我可以做，你不会。一单业务给那么多钱，这背后一定有名堂，别人看不出来。你牛老妖会糊涂？哼，打死我也不信。缺钱了？对呀，还不是一点半点的，是大钱。老子挣钱去了，好好养着啊。这龟儿子刘老妖又要搞大事情。问你是吗？是啊。这是你叫他外面凉山UIG。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叫啊。没有啊，这里是华阴街56号6-1啊。啊，那先给我吧。谢谢啊。原来今天是我生日啊！你给我发个红包就好了。啊！谢谢老公。谢谢。来，老婆，对不起啊，今天是你生日。你看，我也没给你买什么礼物，不过今天这情况，这不是比较特殊吗？你理解理解啊？理解理解，有鲜花，有蛋糕，还有你买的这些菜，我知足了。啊？你说这些菜是我买的？是啊，不是你在网上订的吗？我还以为是你买的呢。我买的？我哪来的钱啊？我也没钱呢，我这兜比脸还干净。是我订的。你订的？
我妈生日，请你们吃顿好的，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吧？哼，你这小兔崽子，啥时候这么有良心了？怎么说话呢？说错了。哎，你哪儿来的钱买的这些菜呀？谢谢你们。啊？这什么情况？怎么你就谢谢我们？对啊，谢谢你们为了我装穷。啊？我可什么也没说啊。没谁告诉我的，我去过海洋集团，分分钟钟知道是假。牛老妖给你们出的这个主意太 low 了，他也太欺负我智商了。哎，又失败了。哎呀，我们也不用再白费功夫了。别介啊，我本来不想戳穿你们的，就当陪你们玩玩喽。一开始我想的是，我们耗就这样耗着呗，我还耗不赢你们呢。可是后来吧，我倒觉着这样还挺好的。以前一回家，基本上就我和保姆，你们是各种忙。可是现在一放学，我就特别想回家，感觉心里特舒服，特踏实。我倒觉着吧，没闲的日子还挺好的，至少你们能陪陪我了。我第一次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比钱更好的东西。你们为了装穷，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不想再耗下去了。今天是我妈的生日，我把那双限量版球鞋卖了，买了这些东西。儿子，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只破罐子，可是看到你们为了我那么发狠，我改，我得争气。来，爸妈，我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你看你哭什么，这多好的事儿啊。啊，来，咱们一家人一块喝一个。来来来，带儿子。金泉，听说你最近耍女朋友了，你爸是不是因为这个请我们吃饭呢？浩叔，你连这都知道了？哎，啥事儿你能瞒得了我呀？哎，听说你那女朋友是城里的大小姐，小子你可以呀，又给你爸长脸了。笑个屁呀，你也得抓紧啊！哎，老婆，哎呀，谢谢谢谢，对不起，大家久等了。哎呀，这路上堵车，哎呀，给大家赔罪了，给大家赔罪了。哎。老胡，哎，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欠人家人情的，哎，你请我们吃饭，我得把这份子钱给你啊。嗨，你看看你这个人，随什么份子？这顿饭呢，一定得老胡请，是不是啊？哎，为什么？为什么？哎，你们看，来，退休证，哎，为了这个退休证，哎呀，我胡长水也可以领退休工资了。老胡，哎，你那个小本啊，哪儿搞的哟？是不是假的哟？哎，政府发的呀。这村里呀，给我们办了新农保，哎，60岁以上的人呐，都可以有钱领了。哎，老胡，我的呢？哎，那你也回去办呢。哦，啊，以前要是不干活啊，那可就没钱吃饭了，就怕以后老了给儿女添麻烦。现在好了，就是什么都不干，那也可以领钱了，有吃饭的钱了。这是其一。第二呢，耗子啊，是从死亡线上回来的，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今天他康复出院了，我们老两口啊商量着，今天呢就把大家呢聚在一起
咱们一起乐呵乐呵啊！好，乐呵乐呵。老胡啊，真替你高兴，你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呐。哎，那老胡，嗯，那里的豆腐摊儿还摆吗？哎，当然摆了，闲着也是闲着。哎，要是想吃豆腐的，那随便来拿，不要钱。胡叔啊，我敬你，这一餐啊，算我一份。那怎么行啊？你有钱了？要去酒吧唱歌了。师傅出院，做徒弟的理当得表示表示啊。懂事。得了吧，他最近啊写了首新歌，心情好，所以啊才想跟胡叔凑一份子。是吗？啊，什么歌啊？来来来，唱来我们听听。啊，好。哎，大家助兴。嘿，要你嘿。回过头看你在身后，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你说路上再累我们也会一起走，天天都盼好运在身边，好运难必有你的陪伴。日子再难我们拼命也要去改变，长长的路别说棒棒的苦，自己的命运自己救赎。人情的冷漠，现实的残酷，没人的时候再痛快的哭，慢慢会好，记住棒棒的笑，无人喝彩自己也要骄傲。生活像果粥，咱幸福的熬，早晚有一天我做给你瞧。长长的路别说棒棒的苦，自己的命运自己救赎。人情的冷漠，现实的残酷，没人的时候再痛快的哭，慢慢会好，记住棒棒的笑，无人喝彩自己也要骄傲。生活像果粥，咱幸福的熬，早晚有一天我做给你瞧，你会看到。哎，你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嗨，棒棒。好，写的真好，写到我们心里了。大家听我说一句，要说谢谢呢，我们要一起谢谢老妖。妖哥，他就不停地在折腾，一直在折腾，怎么折腾他都不死。哎，我知道，他是在为我们兄弟伙好，是为我们棒棒找出路。现在你缺钱了，但是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当然得由我们自己来出份力，大家对不对？对。这是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凑的6万块钱。不是你们疯了？你都知道我是无利不起早啊。我们知道，拿出这6万块钱来，我们就要赚回更多的钱回去。我们相信你，跟着你干。不是，你们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就给钱呢？还能干啥？你就是想让我们和你一起干微信棒棒呗。不，不仅仅是要做个微信棒棒，我要给大家建立一个网络平台，做一个棒棒网。什么网？网？哎，网，这个棒棒网是不是像土豆家网一样啊？对。那我们棒棒卖什么呀？那你说棒棒能卖什么呀？卖力气呗。不对，棒棒现在要卖的是服务。那但是现在没人买啊。没有微信的时候，谁知道打电话不要钱呢？是不是？是是是。现在啊，是别人不知道我们有这个平台，将来我们要做的就像网约车一样，让用户
看到我们在哪里，让我们知道用户在哪里需要我们，这样大家的活也好了，生意不就好了吗？哎呀，你这办法好。老杨，我们行不行呢？哎呀，前路艰险，路不好走啊。但是我们有不死的信念，还有可靠的朋友。杨经理，看看我们这一群有信念的人，带上我们吧。是，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这钱我就拿着，我要用这钱找技术人员开发 APP。这个网的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嗨棒棒。嗨棒棒。昨天是我第一次请大家吃饭，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要走，又要去哪儿，我自己都不知道，就随便坐一趟火车吧，他开去哪儿就是哪儿。我们因为一根棒棒相聚，也注定会因为放下这根棒棒而离去。就这样吧，我害怕跟你们任何一人道别。我喜欢你们，也永远记得你们。谢谢，再见。臭小子，真的走了。哎，杨总，我心雨。谢谢您的邀请啊，但棒棒忙我可能去不了了。不，我也没想留着走到家。我啊，准备继续回农村自己创业去。谢谢您的理解。全盘下来了，东西齐全。哎呀，这回我牛老幺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了，还真不错啊。不过比起你的公司，我这是寒酸了一点，委屈你了。哎，你呀，坐那边，我坐这边。不用，你是老板，你坐那儿，我坐这儿就行。那个位子是干实事的人坐的。哎呀，行了，牛老幺。行，那我就坐这儿。哎，不过丑话我说在前面。既然你请我来，以后什么事情必须听我的。一切都是您说了算。您说现在要干什么？我要招人。要把基本的运营架构架起来，这件事情你不能插手。招人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不插手吗？你的路数我还不清楚啊。我什么路数？你天天惦记着棒棒兄弟。你说你再把他们啊一堆人拉过来管这些，他们懂吗？我得找专业人士。虽然是老板，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等把架构架起来，我会全盘交给你。啊，
那我找找拖把在哪儿啊？哎呀！胡叔。哎，悠悠。哎，胡叔，你找我啊？啊。找我什么事儿呢？也没什么大事儿。您都找到这儿来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嗯，事情是这样子，新宇啊，想去农村搞创业，这个事儿你知道吗？知道。那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觉着吧，星宇要是回农村发展，其实挺好的。现在发展新兴农业，其实前景挺大的。但是我也知道，您在城里打拼了大半辈子，就希望他从农村走出来。可他现在又回农村了，这感觉好像让您白忙活了一场。嗯。胡叔，那您的意思是，你不愿意他回农村呀？啊？啊，谢总，谢总，这儿呢。桌上有茶，自己喝啊，我一会儿就好。哎，那边是我的茶。已经喝了。哎，你真悠闲呐。干嘛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你装给我看呐？嗯。人小严发邮件都跟我说了，你们平台发展的不错，所以呢，我打算给你投点资。投多少？100万吧。哎呀，哎呀，谢总，行了行了，都多久了？谢总啊，我早就说过，你绝对是有眼光的人呐、啊。你想一想，现在你投100万，再过不久的将来，那就是翻啊，你懂的啊。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你怎么又有事儿跑出去了？对呀、啊。你干什么去了？见谁去了？我去见谁？难道我还要给你报告啊？只要跟业务有关的事情，对不起，你还真必须跟我报告。哎，我跟你说，这个谢少，谢总已经同意给我们投资100万了。不要签合同，马上回来。为什么？我让你马上回来。我。请你们出去。看新闻了吗？没有。认识我不？不认识。抓毒贩的棒棒啊！哦，对，哎，这是我儿子画的，哇，画的多好啊！哎哎，电视上都演了，就是我儿子送给领导的那幅画，领导都表扬画得好，还挂到墙上了。这画呀，肯定增值。你这是寻求？来来来，想要吧？想要吧？不要！哎，送给大家不要钱的，是送给大家的。哎，真的，不要钱，送给大家的。我们呢，是新时代的棒棒，哈，万能棒棒。只要你有什么事儿，在微信上一叫，我们随叫随到，永不迟到。来，大家扫个微信嘛。哟，这还挺方便的呢。哎，那是啊。现在不比以前呢。哎，随处都可以看到棒棒，
有时候想着都找不到呢。来，我加一个。哎呀呀，谢谢大姐，谢谢大姐。哎，我也加一个。万能棒棒，我们的口号是谁叫谁到永不迟到。我的名字叫周浩。好，行了，加一个，好。哎，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叫啊，都可以叫。哎，我是小兄弟。哎，你俩孩子专门学个那个画画嘛？没有，就在美术课上学过，老师夸他呢。那叫什么名字？这两个学校主书。 怎么，擦户口啊？不是，我就想问问。哎，来来来，扫一扫，扫一扫。哎，万能棒棒啊！我的名字叫周浩，谁叫谁到，永不迟到。哎哎哎，小兄弟，谢谢大姐，谢谢。那我也加一个。哎，好好好。哎，万能棒棒王，谁叫谁到，永不迟到啊。好嘞。这画送我一张。画给你。今后肯定值钱，还有我儿子的亲笔签名呢。你看，来来来，扫个微信吧，好不好？哎哎哎，好。 小花。